来，1.2公斤哦，好，这一块全部开出来最少80万哦。你看里面全部都是肉哦，这不像网络常见的玉髓纸，这个是玻璃纸。左边的光，哦，通到右边来哦，这全透的哈，全透的哈。来，正面、背面全部都是料哦，这绝对都可以取料的，没问题哦。这是专门印尼自己带回来的，哦，绝对可以取料。那我自己看好的反而是左边的角落这一块。哇，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干净，这要是取出来一小颗都可以卖到快10万哦，这一块非常非常的干净，对，那这一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哦原矿哦，全部都是料，哦，全部都是料，OK。